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，欢迎来到 QQ 飞车。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哦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小鱼来跑这个邂逅模式的一个排位赛。那可以看到小鱼今天开的这辆车啊，非常酷炫。这辆车的一个名字叫做白玉神驹啊，这个车身的一个造型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啊，而且小鱼开起来的一个手感也是相当不错的，一开局一个段位双喷啊，就已经领先上来了，也是处于一个领跑的位置。那这把的话呢，可以看到阵容也都是全部 A 车的一个阵容啊，也还有一辆狗车啊，还有四辆是针尖。那针尖真的是全民 A 车，几乎都是邂逅模式里面的一个人手一辆的一个代表啊，也是非常多的，不知道他们原先是怎么得来的啊。当然小鱼这辆车呢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个展示啊，当然是还没有上线。那这个呢同样是一个美化包，也是一个美化包美化来的，它的实体是一个极速大 Q8 啊，但是小鱼觉得我把它美化完之后啊，这个速度跟集气都比那个大 Q8 好啊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个美化包美化完之后的效果真的是手感非常的好，感觉比原型车跑起来真的是差别太大了，可能也就是一个心理作用，就觉得他这个车特别好，就会开的就是特别的顺手。那这辆车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。那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要获取这辆白玉神驹呢，可以来试玩一下的话可以私信小鱼哦。好了，那这把的话呢肯定小鱼是拿下第一名了啊，也是可以完胜的啊。那游戏就到这里咯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